11月13日 Amir Safati 和 Barry Stackner 牧师的每周灵修。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可以免除为耶稣做见证的责任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责任。圣经说，你必须传扬那位带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荣耀。神说了，他把你从黑暗中带了出来，所以你一定要为耶稣做见证。你要告诉每个人主耶稣的荣耀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义务。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有这个义务，这在圣经里都告诉我们了。我们必须记住基督徒都在参加这场赛跑。圣经中从来没有说过有些基督徒能跑，有些基督徒不能跑。如果神呼召你归向了神，神也一定会装备你去跑这场比赛。跑这场比赛就是过敬畏神、属神的生活，就是完成向全世界的人见证耶稣的福音这个事工。我不认为这是只有少数基督徒才能做到的事情。顺便问一下，为什么要用跑的方式？为什么要奔跑，而不是用走的方式呢？奔跑是很有挑战的，奔跑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，你需要一些技巧才能跑得好。并且我们常常需要快跑离开属于这个世界的事物，我们必须用跑而不是用走逃离这些事物。所以我们必须记住，我们需要奔跑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告诉了我们应当怎样跑这场比赛。难道你们不知道，在场上赛跑的人虽然大家都跑，但得奖的只有一个人吗？你们都应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可以得奖。凡参加运动比赛的，在一切事上都有节制，他们这样做不过要得到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朽的冠冕。所以我奔跑不是没有目标的，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，我要克制自己的身体，叫身体服我，免得我传了给别人，自己反而落选了。保罗告诉我们，你上了赛道开跑以后，不能从一开始就用知道自己会输的方式赛跑。换句话说，你不能悠哉悠哉走着完成这场比赛，你必须跑，你必须用你有可能获胜的方式奔跑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中告诉他的门徒，这些门徒要做比他们所见过的更大的事，因为现在耶稣要往父那里去了。门徒们将得到能力做的事情，会比治病、赶鬼、通过神迹的方式养活一大群人，甚至比让死人复活这样的事更大。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？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，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领受能力，并且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。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更大的事，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工作。所有被耶稣治好病的人后来都死了，所有被耶稣喂饱的人后来都又饿了，所有身上的鬼被耶稣赶走了的人，甚至所有已经死了又被耶稣救活的人后来还是死了，所有这样的人确实遇见了耶稣，耶稣确实用神迹奇事的能力改变了他们的生命，但这未必能让这些人的灵魂得救。今天有许多基督徒渴望看到神的能力以神迹奇事的方式彰显，然而可悲的是，非常少的基督徒在做更大的事，让神所彰显的能力大过那些暂时的神迹。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耶稣做见证。使徒行传二章36-39节说，因此以色列全家应当确实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他们听了以后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应当做什么呢？彼得说，你们应当悔改，并且每一个人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使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圣灵，那白白的恩典。这应许原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以及所有在远方的人，就是给凡是我们主神招来归他的人。既然圣灵这个礼物已经白白赐给了每一个信了基督的人，那么每一个信基督的人都有能力为基督做见证。
保罗把为基督做见证比喻成赛跑，比喻成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。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像跑步运动员一样有纪律的坚持训练，而且要拒绝做别的人在做的对上场比赛有害的事情。保罗说，我们不能像打空拳的拳击手一样去打空气，相反，拳击手一定会有纪律地训练自己的身体，以免失去比赛的资格。保罗的这个比喻是指在当时为了参加希腊奥运会，每个参赛者都必须承诺在参加奥运会比赛之前坚持进行10个月的训练，并且必须宣誓他们遵守了这个承诺，如果没有做到，他们就会被取消参赛资格。我们一生中能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领人归向耶稣，而神已将他的灵赐给信徒，使我们有能力去领人归主。这真的像一场比赛，有时候这真的会让我们感觉筋疲力尽，有时候我们被呼召并且被赐予能力去做的事是去打仗，但无论如何，基督徒需要认识到我们确实都被呼召去为耶稣做见证。马可福音16章15节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到全世界去，向所有的人传福音。马可福音16章19到20节，主耶稣向门徒讲完了话，就被接到天上，坐在神的右边。门徒出去，到处传扬福音，主和他们同工，借着相随的神迹，证实所传的道。如果你想看到神在你的生命中彰显神奇的能力，就去向别的人传讲耶稣。你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，无论需要什么样的能力，你都会拥有。无论你是需要知识的言语，还是需要分辨的能力，这些能力你都会拥有。如果有人得了医治就会转向基督，那么神的灵也会把这样的能力赐给你。我们已经接到了神的命令，开跑。今天有太多的基督徒想看到神的大能，只是为了一种体验。马可福音说，只要是门徒去传福音的地方，都有神迹证实他们所传的道。所以开跑吧，出去向人们见证耶稣，然后观看神将会通过你有什么样的作为。主耶稣啊，我们愿你快来。